元吉武第二集金莲普开，是继元吉武第一集金莲初开之后创编，以元吉理论为指导，结合人体十二窍穴和十二经脉、奇经八脉的运化规律，通过学练使人畅通经络，活血开窍，收去病强身、延年益智的效果。基本五步继承金莲初开的莲花步，轻松自然，可调和脏腑，贯通身心，欲练功于娱乐中，既陶冶情操，又促进身心康泰。元吉武，金莲普开。第一节，春回大地。
节日月图辉。
Thank you.